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我呢个网上嘅杂志 iHongKong.com。咁我简单我用几分钟时间介绍下我哋呢个网上杂志嘅内容啦。咁啊，首先揿去我哋有关于澳门先啦。咁关于澳门咧，就系其实我哋系一个打造屬於你們嘅有趣嘅線上雜誌，咁我哋會喺我哋做咗幾個頻道啦，叫做 YouTube 嘅頻道就係 Pet Pet World 哈哈 Hours。咁樣裏邊有關咧，就係會揾一些兒童啦、狗仔啦嗰啲，咁喺線上揾一啲狗仔啊。貓仔啊，咁佢哋嘅分享咧，咁我加翻啲，就係重新再編輯過啊，加翻啲內容啊，再擺翻上去啊，咁其實都係想，同埋另外咧就係話將一啲新嘅狗仔嘅資訊啦，或者佢哋嘅點樣去訓練啲狗仔啊，點樣保護嘅狗仔健康啊，佢哋飲食衣食住行啊，各方面同埋佢哋嘅玩樂啊，即係狗仔貓仔啊嘅寵物，其實。將來嘅發展咧，就係話唔會淨係喺狗仔同貓仔，可能係兔仔啦、羊啦，一啲動物嗰度開始就，我哋要區分咗我哋嗰個內容，就係話我哋係要多元性嘅，但係就集中喺啲人類嘅伴，即係喺伴嗰個陪住人類嘅一啲寵物嘅關係啊，嗰度去做一啲嘅詳細嘅探討啦，咁同埋主要就係以分享快樂嘅形式咧，跟住去了解多啲人類同動物之間，其實可以建立嗰啲有幾多種嘅即係發展嘅關係。我覺得呢個方面咧，係而家即係經濟型社會裏邊係少，就係仲係一個開始嘅階段，即係話。動物都有佢哋心靈噶嘛，我哋人類都有心靈噶嘛，咁我哋人類嘅心靈其實同動物嘅心靈喺某程度上係聯繫嘅，咁亦都有啲有啲研究所指出咧，就係話動物咧其實同人類咧係共存噶嘛，其實唔需要一定係我食你，你食我咁樣去，其實。即係我覺得呢方面可以再去探討先進啲，令嗰個世界咧更加之美好唔和諧嘅，可以咁啊，以輕鬆嘅形式啦，開始嘅時候，咁啊 第一版裏邊咧就，譬如你個關於我們裏邊咧已經可以睇到就係話，就我哋會搜羅啦，來自世界各地嘅笑話嘅頻道啦，或者。咁啊，其實都係一個以輕鬆嘅雜誌形式嘅，即係一個網上雜誌咁樣咯。咁去做一個我哋嘅，即係招攬一啲嘅觀眾嘅一個開始。咁裏邊其實嗱，我哋亦都係有呢個廣告嘅廣告。咁啊，譬如擺廣告，我哋有會有我哋收入來源啦，有聯繫我哋噶啦，咁同埋呢度亦都有啲 RSS 啦，一啲新聞嘅題目啦，咁啊亦都變咗可以讓佢哋多元化。當然呢、這個暫時係唔係我哋主打，所以新聞嗰度內容會唔會又話令到更多讀者嚟到我哋呢度咧？但我哋應該都會係。分開嘅，可能。